这个角色在永眠镇其实也会有一些变数。是的，然后求生者这边的阵容也是挺稳扎稳打的一个阵容吧，就是像牵制啊、OB 位啊，然后稳定救人位都有。是的，是的。那这一局他可能就考虑去选择带一个传送嘛，对，去针对你的先知或者说我去抓你的昆虫都可以，前期的话就选择去逼一逼救人位。那么现在准备进入比赛方面，本场比赛呢是由这样的求生者对阵狼队监管者，有解说林植、解说司机、解说将为大家的 Ivel 实时赛况解说。哎，这边的话是一个撞脸点，撞脸到了傻豆的这个昆虫。是的，但是昆虫的话，这个距离拉得很远了呀，这边而且没有脚印的一个拉点。嗯，开局嘛，昆虫就跑点了。对，是的，这边是继续往学校的方面压。天赋这边带的是一个挽留八卦阵，就只带了一个大天赋挽留。是的，一个倒车想去套路一下，但傻豆这边很聪明，就在原地等你。两边。这波要追的话很伤啊，前面那个板子一拍的话距离拉得更远啊。是的，而且他们基本是隔着一整个建筑物来拉你。又偏了一个刀。哎呦，这个傻豆他都没有视野，但他能预判到你一个大概的出刀位置。是的。哇，那这样的话这个昆虫再想追上去的话，这个距离拉得很远了，感觉找先知吧，追不了追不了。这样他们经典这个不防淬火，我就抓你先知，对吧？先知也是考虑到这里啊，我的天，先知啊，是的，又是太赶了吧这波。对，他就是很头铁啊，就你敢来传送我就牵制你嘛。对，我感觉他是考虑到说有个翻窗的加速，想拉开一下距离。这边的话一个三连很精准，再看一下后续，这边又扑一个三连，一个鸟，哎，先给鸟，没有炸到，不敢翻了，知道，雷也不多了。现在的话还能进行一个后续的牵制。是的。这里得等啊，等你这个鸟没，然后考虑去秒掉。先这里秒掉了。哎，但是这个炸弹这个雷丢的有点问题吧？哎呦，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先知吃一个擦刀还可以。是的。然后他可以继续拉开。是的。就有点小小的尴尬。哎，这边昆虫要过来帮忙了。哎呦，抵住了，卡住了。啊，这刀好像没有打中。不过昆虫的虫群也不多了。是的。这样的话距离又拉开了呀。对，很关键，因为它的翻窗加速也是好了。对，而且等一下雷，对，等一下雷，这波这个床翻不过去了，这波应该是要倒的。他得走位躲一下吧，他应该是不会头铁选择去翻。哎，真敢翻，哇，但是没有炸到呀。炸到，就是我预判你预判我不翻，我就应该这个车要不要上？我感觉，哎呦，没有坐到这个车。对啊，如果能再坐上去，感觉又能多拖好多秒。是的，然后密码机也是差不多三台。啊，因为邦邦是不具备这个打断从车上下来的一个人的。是的。那后续就要看一下前锋和幽冥这边的救人了，现在城寨已经卡过来了，有没有一个拉球？直接拉球，哇，一波偷袭，但这个妖没有撞到，他要撞邦邦啊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他不只是要拉球到椅子面前，他还要撞到撞晕你，他太细节了，他是知道你会丢炸弹来打断他，然后他直接往远了，再绕一个大圈绕回来。对，安逸也很细了，他也防了，但是他没防住。是啊，这一波的话感觉救人好在是这个先知还是倒了啊，没有给到一个二六的空间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密码机理论上可以够的。是的，就压满救的话是有机会够的，而且他倒在了学校这个方向的话是没有干扰到别的遗产机。对，我觉得柚子他也是不想再去牵制了，因为他在墓地继续牵制的话这个遗产机就补不了。是的，而他不需要继续牵制呢，他可以补机嘛。对，就最开始那台他自己修了也有个三四十左右。对，这边好像拦到佣兵了。对，但是这个电机量拦不住了呀，就是即使佣兵这边他得交三个护腕。对，即使这边佣兵趴了，电机也能开啊。是，交三个护腕也没有关系，就只要能扯下来，不能震慑，十秒就好了。看一下这里，只要不吃震慑，博弈，只要没有下来了，那这个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。是的，那这样打一刀的话，我感觉可直接开了呀。可以等等佣兵贴下门，而且前锋自己刚压好嘛。是的，然后再等一下佣兵的那个淘汰进度栏。哎，这亮了，那手上没有技能，只有一个挽留的短腿小邦邦。他这边传送还要拖，而且感觉前锋这里是有想法的，他有半颗球，他可能想勾引一下。哎，这边我觉得他前锋会在下面等着，你敢跳下来，对，我就撞你。哇，怎么说？怎么说一个加速啊，还是什么不管队友了？对。
还是卖了吧。但地窖的话其实是在反方向的这边，那这个地方要倒了。对，那先知应该是没有机会走掉了。对，但是对于这个家来说，在你选图的一个情况下，我的求生者去争了一个三出，那肯定是赚了呀。是的，先知虽然有个鸟就出来了，但是也没用，但是没有、没地窖。但你要说这里有个地窖呢。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，本场比赛由基亚的监管者对战狼队的求生者，由解说安将司机林子为您带来 IBL 实时赛况解说。这个位置中场先看到了狮子佣兵，有点尴尬呀。是的，在前面的话是小古洞的前锋，要不要选择 B 一下呢？这边的话，哎，他这边是选择了带闪吗？直奔四八七而来。是的，天赋的话是底牌挽留，然后通缉狙击狂。是的，对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四八七往这边拉，可拉到独洞。看一下四八七这边的一个个人牵制了。看一下视野。哎，想骗啊，想骗，但是你反绕先知第一波的话是很难成功的。对，那直接拉远了一个窗台，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虫子有没有过来。可能是考虑到现在生物在路上了，在路上了，对，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哎呦，先骗，但是还是打到一刀，那两刀虫群消散。那这样的话还是得追，还是得追，毕竟那边昆虫已经拉到墓地里面，你要追的话，这边一个连雷。哎呦，好险！那这样的话，四八七跑到二楼，再跟你翻下来，要拉开距离，你还是很难追啊。是的，他现在的话，相当于是身位拉得很开，然后还有个高低差。这里刚刚是一个放下一个五秒的预判，然后把四八七给炸到了。那这个位置很危险，哇，这个好准啊！这个连雷，手上有闪，这边的话，鸟还交不了一个闪，哇，直接倒地。行云流水的一套技能啊！这边前锋在往这边赶了，这边反弹，防了，防了，前锋并没有拉球，两边都是心知肚明，但这里也不敢再撞了呀。是的。那密码机的话是三个半台左右，而且它能够干扰到，就是前锋来救人，中场你佣兵也修不了。就本身邦邦是缺乏这个干扰密码机的能力的，就我看到左下角佣兵只能被迫去补前锋的密码机。是，这个人你不救的话就亏，因为他身上有只鸟，你来救的话就有风险。对，但是就这波来说的话，虫群来了，可以拉球近身，但是这个位置怎么说？先放一个雷，重新推走，先放一个雷，炸了一下，想打特效，打了一刀，哎呦还好，这边前锋撞晕到虫子上，然后虫群继续推晕。是的，这波配合太好了，这波配合太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四八七直接是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了。对，已经是到了独栋的二楼的地方。但是密码机的话，因为三个人都经过了一些配合和这个跑点，密码机是不快的。哎，那这样皮皮切插眼往这个地方盘，哇，这个好狠啊，就是锁你先知的位置。是的，那一个慢翻下来跟跳从后面去绕，手还没有遥控，这个地方还能这个雷，哎呦有点亏，被挡住了。可是这边是骗到了，但走到脸上这里的话，就看四八七一个走位了。对，他身上还有一只鸟没交，前面还有车。哎，哇，搞偷袭啊！我都站出来了，这波，我的天哪，猝不及防啊！这个偷袭，就是幸运的是他不会撞晕在铁轨上，是的，不然被电车哥再碾过去，心态就爆炸了。但是这里的话，四八七感觉是给到了一个广阔的一个二六的空间。是，这边板子也提前拍了，你没办法，这边真的没办法，而且还有只鸟。对，你只能绕大圈，然后这边我又拉到二楼去了。对，然后前面还有个前锋。对，前锋往这边一站，你压力又很大。左洞这边还有很多球，又拉球了，不过没有晕。这边的话有雷，遥控带走。那密码机的话有点傻，因为这只鸟还是没有交出来。是。而且密码机不够，对，差个一台半，因为前锋一直在这边帮忙 OB 的话也没办法，而且先知你看这样带鸟上天，对，有点亏。对，然后刚刚还有昆虫也是帮忙 OB，
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整个密码机的进度非常的慢。就他们这一局的话，开门战去打三个人三跑的话，机会是比较小的。是的，这边前锋的道具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对，前锋这个血线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他现在不能被续接到，这个位置的话是能往，就这三台机都可以往那边挂一挂的。嗯，这边的话如果倒下，密码机还差一台。是的，那你等下这个救人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对，你看这样的话，他往这边一挂还是可以干扰得到的。对，往那边丢一丢雷也不舒服。就我等下，我甚至可以选择我不追他，或者我不挂，我直接放下来。是的，直接给你直接拉到一台机，这应该能咬下来吧？前锋是有一个加速的，咬下来。这如果是一个其他的角色，真有机会挂上，但是他是一个前锋。其实我觉得他刚刚就放在这边，然后直接来找幽冥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是的，再把最后的球拉完，再把球拉完。哎呦，那这里的话还得跟着炸，一个二连躲掉细节，再翻进来，这总得吃了。再来个定时。哎，我就吃定时提刀。是的，罚站，没办法。对，罚站对吧？前有狼，后有虎。那用自己的一个普通雷把摇晃雷给引爆，虽然说挂过来了遗产，但这个遗产好像要压好了。是的，这个遗产已经算不上遗产，压好了呀。你跑过来压好了呀。对的，这边直接是想扯，然后丢雷想引进同手。对，一边手椅一边手机还在炸，这边想给他炸倒啊，想给他炸倒。那但手里面雷刚才手椅的时候用的太多了，是的，导致现在续不上了。雷不多，其实前锋这里直接往二楼走就可以了，在这个楼梯上你是不好炸的。对，这边直接给你卡高低差，你丢雷你丢呗，丢我就下来。对，只能靠遥控，这里只能靠遥控。哎，怎么说？哎，遥控雷丢到上面去了。对，封一下走位。这个位置卡得很好，又罚站了。对，又罚站了。哎呦，这大眼瞪小眼，这谁都不敢动，好难受。啊，这边但是有个交互点，翻板还不开吗？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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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这边手上是有挽留的，也不好走，没道具了。对，然后好一个二连雷的机会。这边有地窖啊，这边有地窖，但是没有人。就对，佣兵要时间，离得太远了呀。然后的话，昆虫的门虽然开了很多，但前锋啥都没有啊。对啊，他一炸倒，主要。这是要状态没状态，要道具没道具，只有一颗操作和想走地窖的心呢。是的，对。这里有二雷，没有办法。炸倒。感觉上那也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，说实话，这个人，往这边一牵，你再来救的话，可能会再出问题。是的，是的，毕竟帮忙带了挽留嘛。但是我怎么感觉他有想法？就是狮子他一直卡在这里。这也要来吗？这个等不到挽留结束啊，这个等不到挽留结束了。他这个救人哪怕开了，那就得让前锋去这个中场，然后佣兵弹门才有机会。我觉得这个最好还是别来吧，这波风险太大了呀，真的要来吗？风险很大，还带着挽留的呀。但是如果是平局，这一波分也是要掉的。我看到你了，看到我觉得就千万不能来了呀，不能搏，对，看到就算了，看到真的算了。对，这边。啊，走盆了，感觉他确实得找一个角度出其不意弹过来把人扯下来。对，他得让皮皮线没有视野的情况下一个换弹过去，那这样的话皮皮可能丢雷来不及，就因为丢雷跟出刀不能同时进行嘛。对，他有化险为宜嘛，但是他必须那么现在准备就比赛后面。本场比赛呢是由狼队求生者对阵这样的一个监管者，由解说林芷、解说司机、解说安角为你带来的艾维尔实时赛况解说。这个点直奔沙包小门走吗？先来四合院。那这样的话，手撞要撞到那个舞女了。就小木的人他不排，直接来拦大房沙包。哎，这边感觉探到了，感觉探到了。对，天赋这边带的是张狂底牌。直接找舞女。哎呦，舞女想在这放盒子，他想在板子中间放盒子。哇，这没有视野的呀，这个夹是。是的。啊，这个舞女是被通缉了吗？这什么情况呀？哇，我的天，这边还被看到了，是一直去透着，然后一个倒车片，哇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这波皮皮线真的把你拿捏的死死的，这太秀了呀，这皮皮线太秀了，这是什么开局？两个精准的盲夹加上一波背身片走位，是的。
哇，今天的皮皮线这个状态太好了。他吃了那两个夹以后慌了，心乱了。对，是的。其实他在这个地方卡着的话，就你皮皮线无论从哪边过来，我一个滑步是能直接滑拉开距离的，十个窗肯定能拉距离的。主要是皮皮线也是把对方的求生者心里拿捏住了。就我知道我这样走位，哎，你肯定以为我从外面绕出来。哎呀，是的。那这样子，因为节奏太快了，这个人其实可以考虑去卖掉。但是卖掉的话，同时手里面它是一个有闪的一个雕刻家，就对第二个人的压力就会很大。是的，主要是记得是用空军。嗯，求生者得想办法拖到开门站呢，是的，因为他没有挽留，但是现在这个前期很难撑过去。哎，干扰一下。哦，佣兵这边的话，感觉也没什么想法，说实话。算了。那得看第二个人啊，第二个人必须要做一个英雄啊。这边的话，皮皮线先来排一下佣兵。刚刚应该是看到了佣兵的位置。看到脚印了。那舞女走了，这个盒子也没了。对的，就跟随舞女消失了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接追佣兵，就是他可以追。就为什么说他可以追？因为现在场外的电梯还剩三台阵。哇，这是同一个地方啊！我的天，那两个护腕被逼到，而且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。是的，就剩最后一个护腕。哦，佣兵也很难去牵制雕刻家，三个护腕打完，还追你吗？还追吗？在封你路，这边只要夹到一下，他手里还有个闪现的，现在什么道具都没有了。走位也很细腻，尽量躲掉这个雕像了。是的，那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板也偏得好，但是可以闪现开刀。闪现开刀。这样的话稍微有点亏吧，稍微有点亏。对，换鹤的他想打这个震慑。嗯，换鹤这个牵制还是比较成功的，但是密码机实在是差太多了。是的，看一下后续这一波，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一甲倒，这里的话还在躲。哇，那手里面雕像续不上，最后一组了，最后一个。对，已经是走到无路可走了。能不能夹到？这边想骗，哎，一个夹，哎，夹到了，太稳了。因为对于接吻者来说，我完全不接。是的，你看现在场外还差。满打满算还差将近一台半还多一点的电梯。对，就抓了这么久，我感觉还有两台。对，因为他前期优势实在是太大了。不过前锋是这个小庄就被骗了。哇哟，皮皮线这波也太稳了吧。是的，那你过来了，你怕是可以先炸你，没那么好走的。看一下果冻这边。对，只能拿球走了，好伤啊。那你就不能撞救了，等一下你救人就有风险了。对，而且这一波的话他的球已经消耗了一半左右。是的，这边一个镖头过来，先排下果冻的位置。怎么说？哎，我看这边要盘到了。哎，盘到了。但是他没有看清楚。是的。对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这个前锋不好救啊，他手里面还有点阻啊。哎呦，这边两边的门从远处绕过来。哎，拉球想撞晕。哇，撞到了。这个球迷惑性也太强了。是的，很秀。这波的话也是拖了将近一台密码机。是的，现在这个圈开出来，那边电梯场外另外一台快开完了。这一局真的有平的机会了，只要现在前锋去补那遗产。对，然后等到四八七来救人。对，而且他手里有把枪，只要他扯过来有个圈，这把电梯基本上就够了。是的，而且刚刚救人的时候前锋是因为没有吃到伤害，所以一会儿也不太担心坟场。嗯，或者说他只要救下来让这个佣兵跑一跑，把电梯把他压好。是的，但是四八七这波过来其实依然是有压力的，因为这边雕刻家手里面是整整三组。对，而他有传送不能被拦。这边就看皮皮线的一个嗅觉，如果说他能远处拦住这个人，你还救不了。是啊，已经大概知道是在沙包方向。四八七这边一个半翻，但是没敢过来。好，排队了，这里要先炸。是的，这里要先炸，不好救了，要小心枪，要小心他的枪。哎呦，没炸到。想打一刀传回去吗？但这个距离已经很近了，传一把枪，传回去有枪，那接枪怎么办呢？他从后面救，而且很稳。博弈，但是电梯够了呀，这样亏了。哎，这样的话，因为这个椅子特殊性，他可以从后面扯人。对，是的。那这一波是亏了呀，你还亏了一个传送啊。对，开门站这把枪也在。哎呦，这个博弈四八七他好秀呀。是的，他好敢，他一个半血的空军，虽然你没有带挽留，但是我直接怼到你脸上。他就是觉得你会放掉。对，他就是觉得你会放雕像。好感啊，这个局的话先去往平移发展，现在得针对四八七。但是
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吧，小木是没有地窖的。那这边的话也不急，我这边架在里面慢慢炸嘛。是的，大门已经是开了。对城市来说，这真是一组都没中啊。对。哇，那地窖有点远呀，哇，这个地窖太远了，那太远了，那太远了。因为你空军为了保活队友，他的枪打断了嘛。哎，这视野不能丢啊，不能被他跑了呀。但是这个距离好像还是不够啊。是。如果现在还没有道具，他有一个护腕或者有一把枪都有机会。是的。那四八七现在往上包里面走，是越走越远了。另外两名求生者是摸满了状态，想要出来帮忙。啊，四八七这边小门没有点啊，这边没有人点小门，他越往这里面走，其实是离地窖点越来越远的。是的，主要是他很难去断掉雕刻家的视野，他又能排人，又能用这个坟场来确定你位置。是的，另外一边的话再摸道具，雕像组这边又让了点身位，什么情况？身位不能让、是的，得压住他的走位，就斩雕像就好了呀，不要到处乱跑呀。我觉得他就把就在那个位置架，那你看另外一边前方跑过去点小门了，前方已经准备点门了，这里真的好想争啊。是的，不能再让了呀，不能再让了，真的就是狼队的风格，就不到最后一刻我就一定要有几个跑几个。不能再稳了那这边应该是要倒了，这边总得倒了，再稳要出事了。那边前方开完门，他又过来撞了，有传送，他又过来撞了。哎呀炸到了四八七，那还行，哇差一点点。但这边的话佣兵有没有想法，因为这里总得挂吧。佣兵已经过来，而且佣兵手里面是吧，他有一瓶香水啊。对，他救人是不怕，哪怕震慑都无所谓。是的，这边的话就看他敢不敢来救了。但是我觉得肯定冠军，就冠军天赋了呀，这样。哎，这里的话不打算挂。但是你放下来的话，他等一下就往门口爬，这个距离你逼着你，等一下可能还有一波真拖下来的。是的。然后佣兵再过来扛一扛，搞不好就出事了，这样放下来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很可能要出事呀。这边的话，空军摇下来，是的，传送。看一下两边的博弈，空军不敢往门口走，想翻窗，他想要往地窖里面冲吗？这个有点远吧，这个有点远吧，太多了呀。对啊，哎呦，这里一组炸到，那我就架在这不给你走了呀，我架在这你要不给你走啊。这个地方要往后面绕，要往后面绕。哎，一个炸了，夹倒了。那这局感觉他只要往中场这边一挂的话，你两边就都走不掉了。是的。皮皮这边想把他往地下室这个里面运，但是这个距离你还是要掉下来啊。应该能挂上，极限能挂上。好，应该能挂在这个第一个椅子。哎，他想要往里面挂上了，好极限啊！这么远，就对于这个挂人的距离跟时间的把握好准呢。是的，对，主要是两边都躺的鱼女可能就会崩了。哎。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，本场比赛由狼队的监管者对战 GR 的求生者，由解说安将、司机、林子为您带来 IDL 实时赛况解说。这点位看一下脸上找谁，五星在中场，然后远处是傻兜。是的，柚子的冒险家是狗在了小木屋附近，先把你中场封起来，让你不舒服。但是只能是进行一个干扰，肯定是得换人的。对，你看有没有那个水器，我的天。天赋的话，底牌挽留，来小门找，这边应该是去排傻兜。是的，傻兜这里还没有放盒子。这样的话，排到五里的话其实是可以追的，因为你这样放盒子没有用啊。他这个放加速一个滑步，但是拉不开啊。对啊，是的。他刚刚会不会反向滑步好一点呢？就是我滑往这个板子里面滑。板子方向，对。对，但是他可能怕，因为有障碍物的地方他可能会撞呀，他也怕。道理是个道理，但是你这样滑那就只能去大房了。对，去大房再去牵制，但是手上有闪现了呀。这个板子一拍啊，那要这波要浪费一个收差。
再放一个盒子，都是放的那种秒放盒，就是比较范围比较小。但是这把有前锋，艾丽这个闪现他不能交啊，他如果交了这个闪现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挂都别想挂呀。但是前锋的话，他应该不会直接去跟的。就还是有可以打一个时间差，只能收差回来，不能往这边走，不能往大黄那边走，只能闪现过来。闪现，那这样前锋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有点远，这边拉预判球，直接拉预判球，这个时间还是不够，我的天哪，鱼女她这个距离还是有点太远了。是的，完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失误太大了呀，这个失误。是的，他是打了个气球刀，其实把他的球打断了。对，他也没有想到我拉预判球你这么快，其实差一点点就是承载的一个天秀了。是的，对，主要是距离有点不够。哇，那这个节奏对于艾丽来说太舒服了，是能赢的节奏，是有机会赢的节奏。你想看现在里面大门那台你又修不了，得过来卡，你还得救。这个人是必须要救的，不然的话等下承载就要拿你接节奏了。是的，那大老师这边四抓率给到了50，而且打一刀就二阶呀。是的，二阶的一个鱼女，那他真的是不要再博弈了，我的天，这局我感觉是要奔着四抓去了呀。是的，打了两个双刀，这边扛到了，那还行。但是二阶的一个鱼女不动啊，地图就没有了。但这边是换了道具，对。二阶的鱼女地图是不受限制的，因为他这个野水太快了。赶紧弹，这边还好这前没碰到了，但是下一个叉子直接弹。这个不能被碰到啊！二阶鱼女一合的话，这个50的水汽直接就炸没了。这波收差能收到吗？这波收差必须要弹到。哇，你看，慢了一点点。是的。求生者已经去尽力去运营了，那边前锋摸好，但是这个节奏还是不够啊。是的，哇，鬼故事现在场上只修了两台，还剩三台整，幽冰的护腕没有了。对，幽冰还趴在地上，冒险家能挖半台哈，冒险能挖，勉强两台半。对，这个人的话你还得救。唯一能操作的前锋这一波，他不拉这个球，他不把这个球拉光，他根本救不了这个人。那等一下他完全没有办法。会被冲，然后这边能拉，哎呦，但是没有冲到，救下来了。无伤救人，非常的秀。那破译加速出来，对于求生者来说，这局还有机会啊，因为这波手乙是没有拿到东西的。是的，先要赶紧磨道具，赶紧磨道具。对，可以看到佣兵能把自己扎好，然后冒险家的话，他修密码机也是比较快的。这波的话，前锋我觉得他都不太敢出来修了，是因为一个什么情况？我觉得现在就赶紧多补充一下自己的道具。他现在舞女啊、这个鱼女手里面是有个闪的，是的。他只要架住一个点拿到你刀，你没有道具的话，直接闪现给你带走，又把你掉了。对，这个节奏是打不了的，就只能慢慢拖来回拉扯来偷密码机。是的，对于鱼女来说，开了二阶之后，这些地图都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二阶叠水器太快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柚子那边刚刚是在大门附近压了一本书。怎么说这里直接闪现，但是哇，恐惧震撼，这怎么敢翻的呀？鱼女的出刀速度是的，她的攻击性太快了，是跟小黑差不多的呀，比小黑还快。对啊，这个震慑太伤了呀，这实在是不应该。本来我只是想着闪现进去啊，打那一下，结果你这个你觉得你躲了，但是你翻了啊，然后我震慑了，就你躲了又没完全躲，有一点战术失误的感觉。就这波我失误了，哎，但是我秀了。那下一波救人怎么办呢？这个人不救是肯定不够的，这个救人压力太大了，前锋没有球了，就没有办法快速贴到椅子脸上。这个人前锋过不来了，我觉得前锋想要过来的话太难，只要位置被盘到，这个人就救不了。是的，对，密码机的话还差的挺多的呀，差两整台几乎是。他这边好像是已经切了插眼了，准备开始控了。对，真的就奔着一个四抓的节奏去走了。这个冲能不能冲到？冲一下50%水气，哇冲到了一波拉，但是这个人躲掉了，极限承载这边应该是有机会救的，拉球躲下刀，但他想要多卡一会儿，但是没关系，再封水气，你多卡一会儿的话，你敢卡？给机会啊，能收到吗？70多，到椅子旁边，70多。在椅子旁边，这波前锋不好在椅子旁边博弈了。是的，是。现在要赶紧让这个水汽掉一掉了。他其实没有必要去追前锋，他就在以前画圈就好了。是的，收回来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个人救不下来了。得去后面救，不行，后面救，博弈。哇，又是一个恐惧震慑，这已经3个恐惧震慑了。是的，我的天哪，太贪了呀！但是这一局的节奏也让他不得不贪。是的，是的。
现在柚子也是把两本书用掉了，而且真的冒险家这个时候面对鱼女就被他克制得太惨了。对，是的，我很好找你的。哎，这边耳鸣一丢，然后往那个范围，方向，对，哎，这边还想往回，他觉得去摸前锋了，他不紧，他稳一手，稳一手过来丢个眼，然后再走。我觉得冒险家手里面输液应该。他那个挖的树叶应该挖光了，对，挖光了。他现在你等一下，你在那苟着，等一下就爆乌鸦呗，对吧？你又不敢碰，这三台电机我跟你，你只要一碰这个电机，水汽水汽一涨就看到了。他现在就是等于说七秒钟有一个这个小白的一个是的吸魂嘛。那这样你敢起前锋敢起前锋你起来，这有气人的屋里你拿他完全没办法，是的，前锋手里没有任何道具啊，你这样一倒的话，等一下冒险家的压力无限大呀，他这边得靠这个白板去牵制一个冒险的密码机。对啊，但是你这样给你你怎么牵制呢？你是个白板，我把你能牵制的区域给你封起来，你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就在左边架着你，你看我现在去左边架着，必须得去这边走，但这个位置没有点了。啊、你要出圈，能直接哇，哎、好秀，这有机会，这个能进板，是的，回忆，哇，太秀了，承载。60多的密码机有没有机会够？这一局的承载真的太秀了。是的，那另外一边马上电机要好了呀。对。这边的话真的给他拖出来了，是的，还没倒密码机，这个97还不倒，那是有机会跑一个了，是的，有机会的。不过承载没有自起，是的，就看这个开门战，对，再针对他，哎，又没封到，天，给他擦刀了，是的，那这样水系也消了，这边承载再溜一会儿的话，对，另外一边把门点开了呀，没底牌，这个四抓变三抓，甚至地窖就在脸上，是的。哎，这样拖一会儿，用水汽倒的话，转回来，哎呦，啊门，另外一边门要开了，另外一边门要开了。是他点的是脸上的针，虽然是能击倒前锋，因为前锋这个点肯定要被架回去，是的，架回去就吃水汽就要倒。那冒险家那边肯定是留不住的，没有底牌了，这一把的承载太关键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不然的话这一局就是一个稳稳当当的四抓呀。是的，他那一波要是倒了，叉子往那边一丢，两个冲刺直接冲到电机，你根本开都开不了。对，就你想，如果说这局四抓，你让我怎么躲呀？是的。那么现在准备进入常规，本场比赛是由狼队的求婚者对阵 GR 的接班者，由解说林芷、解说司机全奖、魏奈的艾薇尔实时赛况解说。哎呦，进入游戏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，对吧？里面是野人，直奔野人而来啊！这是、哎、他现在先给你吹个哨子，哎，你好像这个地方有人，你要不要来盘？然后一看啊，左上角耳鸣要尿了，哎，哎，但是这边好像是狮子大副，这个大副不应该出来给这个耳鸣的，但也不好追啊，他起点还是个大副，这样的话坐车了。这夹不了呀！你上来，等你上来，我就看能不能抢过班车。哎呦，好可惜呀！过班车没有赶上啊，这坐轮椅的上不去啊，这是的。那这样，他又要往鬼屋后面排，他看到那边电机在动。但走过来，哦，啊，看到了，视力还是非常好的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有传送啊，那考虑淬火开局了。这边反正手上确实等一下要传了，是的，先直接就不修。防了一下，然后再开始修。哎，看了要传，对，吓人啊、哦！然后再真传，真传，哎，真就传到了。是，但是先已经修了一半了，看一下487的一个牵制。是的，这个位置走空地，就是走空地，然后让昆虫来刮倒。在这里，哎，你打不打？哎，哇，这假装要给鸟，实则不给，是的，哎，哦，就硬不给，就以为你要骗鸟，对，哎，反正我多碰你一会儿，我赚了，是吧？是，我还能吸点鸟。这一波心理博弈也太大起头了吧？我现在就有点开始不明白他们这个心理之间的一个博弈了。这个心理博弈，这边在坐车，这边在坐车，完了，车在二站怎么办？哎呦，打车了，是的，这一次可就没有传送了，坏起来了。这个先知你怎么办？你追还是不追？好难受呀、啊！先坐一波小车，再坐一波大车，然后瞧上一个昆虫学者、头都大了，真的头都大了。对，那这个开局基本上是要被拉了很远。那、这样想换追昆虫，但是这个点位昆虫跟你绕呀。对啊，你这个样子换追的话，
不转呀、啊！你看外面的电梯，就感觉这个人，这个影子都见不到，十万八千里在这里转，太慢。对，然后密码机也四台了，快。对，他必须要雕像很准，哎，好难受，可以打下来了。但先知还有只鸟啊，还是可以进行支援的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什么情况、啊？都有点小失误了。这一波是约等于上一波把鸟交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不过也好，他带着这个鸟，哎，起码挡了一个夹。哎呦，夹了一下，好准，好准。这个样子感觉要倒了呀，要倒了，手里面还有雕像，还是非常精准的。但是前期节奏真的太差了。是的。你看外面这个电梯接近一个四台多了。对，这边当时给出的数据是36的反跑率。果冻的也已经是准备就绪了，直接传是谁？先知翻状态的先知，哇，打一波换血，但是这里没有打到，这个先知还有切割的机会，一定要把他秒在一闪击，一定要把他秒在一闪击。哇，这走位，哇，全部躲掉，是的，坏了，这边的话210还不好追，那这样还能拉距离，我的天哪！这再给你绕一波，再给你绕一波。这是传送下来的一个半状态先知吗？是呀。不过还有机会，他把先知抓了压遗产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我看到已经有人过来补了呀，再不快点解决掉。哎呦，没有雕像了，这个先知的话就完了。也太顶了吧！哎，终于是炸到一下二阶开出来，但是没有一组。是的，而且先知已经带走了呀。对，我觉得即使现在先知倒了，他没有任何影响啊。这怎么可能能拖这么久的时间呢？对，就一个化险雷结束，感觉牵制了30-40秒了。是的，那外面甚至多开了一台。坏了，这边再挂过来，先知是一个一挂，而且他的鸟应该也吸了很多了。是的。活动又来了。啊，这野人站在脸上，我觉得都没什么想法，我觉得都没什么想法。然后这边想回来管一下这边修机的，对，这边换鹤有虫能躲。对，那你这样的话，先知又被救下来，那回头野人过来再修就行了呀。他得抢一个节奏，起码为自己创造一个开门再送话飞。换鹤倒了，那这样电梯肯定抢掉了，这边电梯肯定能抢掉。密码机是等于已经压好。是的，那这波的话野人再过来救一波就可以了。先知赶紧走吧。看一下吧，这波有人先知也有想法，先知想要吸鸟，他鸟出来了，哇，完了，这个鸟要出了，哇，有了，已经有了，有鸟了。那这个位置的话不能打擦刀呀，哎呦，打的是野人，直接上猪了呀，这没有挽留，一个满状态有鸟的局，哇，你看这个先知，我往这里直接当面点门啊，感觉这局狼队要去争这个气跑，地窖在后面怎么办，完了，哇，那边门是肯定管不住的，对啊，那边你穿过去一个大副连个怀表怎么追，是的，然后野上一个野人，昆虫都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哇，这个位置想追487感觉好难，我觉得这个四八七要在往脸上躲雕像，好秀！这边要给他刀，不能再被躲雕像了，地窖了完了。那边手上还有一个鸟呀。是的。但是另外的队友能走吗？炸吗？这边炸到一下，但是能不能再来一下？还有一组。哇！被打掉了，给鸟队友走了，地窖能开吗？先把这个板下来，又绕一圈没有雕像了，直接掉地窖四处。机会的。艾丽能看得出来他有梦想啊，他确实是一个有梦想的精锐的，对，他可能是不在意自己要挂几个头，就想放开来打。哦，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，本场比赛由狼队的监管者对战 GR 的求生者，由解说安将、司机、林子为您带来 IGL 实时赛况解说。开转，这个点位跟刚刚是一样的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直接就遇到祭司了呀。哇，这样开就直接遇到祭司，但没有关系，只能去二楼打伤害后，对，赶紧打个伤害后，但是已经被卷了一下了。
哇，他真的带了挽留，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天赋。对，那这个能不能砍下去？哎呦，好秀！砍下来了，细节哇，加速没有加到，哎呦，有点可惜。这边祭司很危险。是的，我感觉他滚了，滚了，要被秒了，这个位置走不掉呀。对啊，这怎么可能走能走得掉啊？现在的话太危险了。而且现在我们看一下，现在他开局30秒啊。对对，两个都已经交完了，刀了。对，佣兵都要完了，完了，太准了，这个局怎么打呀？这个局怎么打？这加起来都没有一台机。我觉得这个局太难翻了呀，这个局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了。我感觉艾丽她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太厉害了。我现在我直接变个轮子去滚你，滚你去逼你佣兵了呀。对，你往后面卡。就我现在无所谓，你就算无伤就没关系。对，我下来就针对，我手里还有个闪现，你祭司的二流空间在哪里呢？对，这里被滚到一下。是的。就这种局你是不能够开局倒这么快的。这边那可以捏一下佣兵，捏一下，你手上还有闪现呢。你没有二流空间啊，这里看能不能。因为薄面还是在嘛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完了，完了。我觉得等一下可能就是鬼故事了，就是二阶破轮，手里有个闪。这个人你救也不是，不救也不是。对，是的。这个局是一个妥妥的四抓局。把二阶也开了。这个局妥妥的四抓，就看牛仔有没有发挥空间了。这个只能看这边球怎么运营了。如果说排位碰到这种局，基本上是属于准备左上角、右上角。是的。对，赶紧点了是吧？但是比赛的嘛，这个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边牛仔有没有发挥空间了？对，这一局的话，想要去运营，必须要给到祭司一个二六的机会。是的，哪怕换挂，但是一定要保活祭司。这边让守门人过来卡一波。是的，就直接盾铲到脸上。艾丽这边应该是滚到脸上直接变。哎，他想打针对。对，要针对手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卡的极限一点点。这种时候你可以出来一直扯这个祭司，大不了反正他可能不想吃刺吧，但是总归要吃刺，因为你想这样的话不如早点出来扯。还是扯的，那这样的话祭司是肯定倒的。这样亏的，就下来的话一直扯的话，早点出来一直扯的话就逼他变人嘛，祭司身上最多只能吃到这变人。如果他变的话，其实可以拨个6-7秒钟。对，是，但他打动是细节打到了牛仔脸上。你要过来搞事是吧？你要过来搞事，知道你在。你要知道我手里有个闪现，你。就你想过来搞事，那我连你几手里。对，是的，你要想清楚。就祭司这个位置其实倒得很好了，就这波其实有操作空间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祭司他自己快啊，对，这个地方如果起来，万一是吧，一个动静鬼。我不过祭司手里好像动也没有了。这边的话，看到牛仔肯定往反方向跑。是的，往这边卡角度，让你对卡你角度障碍物，对，我就摸不到呀，对，我就贴着这个障碍物，你不好勾啊。是，完了。哎，其实这波可能得牛仔在鬼屋里面等祭司给他抱在哪边，顺着过来勾。那现在就是一个人人威的情况了。是的，这样牛仔上两层就冲过来，手上有个闪现。对。就算你是佣兵，你都很难牵制啊！怎么说？直接闪现！哇！他其实已经预判，对，他想闪勾，但是来不及。那这样的话，往好的方面想，就守墓人这边还是有个铲，能分担一下这个压力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应该直接变轮形态，直接去把那个佣兵。对，就反正这个密码机你得跑图，你就不够。对，看起来很多，但实际上你等下这个手乙是千万不能守的，直接冲过去。拿佣兵节奏就对了，把你的人只要挂在这边，随便一台遗产，这局四抓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下能滚到吗？哎呦，失误了！哎呦，有点可惜了。这边把佣兵逼下去，哎呦，挂到一下，滚到一道。这样的话，这波但他这个车有点难开。是的，主要是他这个窗户是一个封闭的窗户。那这波没拿到佣兵的节奏的话，想回去打一波拉扯。是的。哎，牛仔不能在这里啊！不过好在什么？好在守墓人刚才过来的时候是把自己的铲子用掉，下一波过来的话，他是有压力的。是的，直接打倒他，想省一个，他想省一个。对，这样的话，你这个救人，包括你补密码机还是不够。牛仔是这个时候一定要躲起来啊！是的，对，你看守墓人，不能给他抓到第二波节奏。守墓人这波二挂啊，这波牛仔二挂，你守墓人要过来怎么贴过来？身上有一层刺啊，是，对吧？你只能在那边卡着。那只要被滚到一下，再回椅子前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这里不能被发现。是的，而且还要等到佣兵过来再补守墓人的电击。这个时间差，我觉得牛仔的血线可能撑不到那个时候了。是的，就是你这波手乙，你这个密码机肯定是压不好的，要么你就卖。哇，佣兵直接弹护腕修机，真的太想去。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险啊。他想要打针对这波，因为密码机跑够，但是这边一直开始修了，疯狂扯，但是不够呀，这边一个捏，两个人。
哇，一刀带走，完了完了。如果说这个守墓人能捡起来，那这局又要四抓了呀。是的，破轮不怕你的，我不怕你，我变个轮形态，我找你个人还不简单啊？能开吗？对，密码机还差一点。完了，举起来吧，举起来，打死没办法。他可以挂也可以不管，是你幽冥是开不完门的。对，他现在变个轮形态直接滚过去，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别开门了，这把得蹲地窖。这把得蹲地窖。是的是的，因为他现在这个人挂上真的，你看他一变身，他现在变轮形态了。对，那幽冥三层加速，而且他见面直接，我觉得他这波闪现就剩10秒钟就好了。对，直接一个闪现给你秒了。就他只要找幽冥的，这个就没了呀。对，而且破轮一个尖刺。对，破轮这个机动性太高了呀。是的。这样的在博弈。是的。那就看一下这波怎么说了。是的。看能不能把这个佣兵也抓了。还没有下车，还在滚。哎，这边踢个板。好，再开刺，再开一些尖刺。哎，阻挠一下。那没了没了。是的是的。哎，那这样应该是对，就没有任何机会也没办法。是的，是的，确实没办法。而且还得看第一个能不能找到冒险家，对吧？是的。这一局的话，就一切先交给这个命运。对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。那么现在准备进入在后面，本场比赛呢是由 JR 的求生者对阵狼队监管者，为解说林芝解说司机九元将魏奈的 Ariel 实施赛况解说。这个点就必定会被拉点的点，是你这个肯定是要逛街的。对，他脸上是无心。哎呦，也不舒服啊！远处是傻兜的昆虫，这边已经找到、这个地方追昆虫的话，可以追他。对，但是这个点的话追起来很折磨，我只能说，是这个点追起来很折磨。天赋这边带的是一个底牌挽留，你看他一定会在各个路口卡你一下，各个路口卡你一下，船口又卡一下，这边还会收回去，收回去了，不给你炸。对，然后再到前面那个路口再堵一下，对，再堵你一下。哎，不急，他先用这个拉开加速，因为你可能放雷嘛。对，主要是他们身位本身拉的比较开。前面那个狭窄路口要不要放一下？哎，放一下。哎，好远，然后丢个雷炸一下。哎，收掉，收掉。保一下。再丢一颗雷，是的，这边应该还会再收，难受啊！哎呦，算了，直接来找无心，但是，这个点位是可以追的，好吧？这个点位是可以追的，空军可以追。哎呦，放枪，就不跟你讲道理。就你修这个机子，确实是有一点胆子大。他现在也只能艾迪这把也必须要选择追这个空军了，他只能头铁追了，他是个闪。然后这边空军往后面拉距离的话，还能再兜，看能不能找机会。进一波大场吧，感觉有点难了。没有连到这个位置，也没有闪现距离，但这应该有一个炸吧？炸了一下。前面这个翻进去了呀，这边有虫群啊。是的，而且，哎，闪闪闪现过虫，这是有风险的。被三连炸没炸到。对，这样手里没炸弹了呀，这样。这样的话，等于闪现开了一刀也不赚呢。对呀，你这样他跑得更远了呀，这样。但是他唯一好的是省了一个翻窗的江。这个地方，哎，他想绕，他想绕，这个地方想套路，但是这个地方这套路了自己有一点，对，没有必要啊，因为就直接给他一个转墓地的机会了。你丢雷，他肯定翻不了的。来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波这个三连炸，啊，二连炸，能炸到吗？可以，还炸到，还行，还是准的，还是准的。那这个节奏偏向于一个平局啊，偏向于一个平局方向。对，现在的话是两台半左右密码机，因为冒险家手上还有本书。其实也将近这个三台，将近三台。就看你后续这个人要不要打算救了，因为你来救帮帮的人还是压力大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考虑的吧。柚子骑着猪，反正先卡过来了，您给上了，通缉到冒险家，这个人怎么说？哎，这边直接冲过来想救吗？但是这个这么勇的吗？哇，直接出刀！哇，那还好。但是这个雷震就吓唬人，但是。
对，因为他觉得护的比较晚了。这边无心一个摇晃雷还是得倒，那这波救人对球来说还是赚的。对。下一波怎么办呢？下一波还得。还要不要呢？这个人主要是这个密码机他不够，他够的话就可以去。对，看一下冒险家那边在挖嘛，冒险家刚挖到。那冒险家刚挖这个树叶，那感觉不太够呀。他挖出来也差一半，二号机呢柚子去补，那傻兜这边来救人，这个压力太大了，而且还被通缉。是的。这个怎么救啊？在脸上躲都躲不住了。这不是没有看到这边啊，而且这边刚才二接了呀，这波炸弹续得很快的。哎，走位很秀，没有炸到，那是一个遥控，那你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这边要救的话，等于是买一送一啊。对，现在只能是卡一下。直接走吧，直接走吧，不然等一下直接续节奏了呀，这样。走了走了。那。把这个人给卖掉，密码机差的不多。对，然后手上还有50的树叶。哦，他是没有哦，四号机是亮了，所以他得修这个大门的机制。他现在也不太敢修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艾丽有可能能传他。炸了一下。反正现在艾丽也不急嘛，反正我就跟着你追呗，反正我现在。针对嘛，对，针对保护，哇，很准，没有视野，直接一个盲炸。这边的话，野人想稍微来拖一下，但是也拖不了，这一个雷一扑，哎，撞一下，真就撞起来了。哇，你真敢撞，那这样的话接得够了呀，这样的话接得好了呀。是的。艾丽这边也知道了，直接开了。但他闪现挽留是的，留一个呀。这边只要保到一个平局，那等一下就看这个求生者发挥了。是的，没有道具了呀，全闪的也过来。分奴了，开始了。肯定的，对于他们来说的话，因为这一场的话，双方都是输不起的。对。这边直接是没梦想，不停的这个丢雷手语，那双方在这一局是打字嘛？对。但是就开局50秒嘛，开局50秒才有的嘛。对，是的。这边直接进入比较后面撞脸谁，但是野人，哎呦真的这心凉一半呐、啊、这个刷点不舒服啊，就本来、这个、点还行，但是人不行，就刷点本来要热血起来了，一看人，哎呦，凉一半，算了，那中场四八七在那等着你，带了张狂跟这个底牌，看一下能不能追一下这个园丁。是的，四八七刚在那边等了一会儿啊，卡了一会儿，所以说距离被拉近，稍微拉近了一点。对，四八七这边的话，哎呦，还有这快来了，黄河已经快开始挑逗了。哎呀，好难受，那距离拉得很远，而且这个盾还没有破掉。是的，那我觉得他也不能急了，他现在可能只能去等这个盾消失了。对，因为现在再打的话就太亏了。对，这边雕像都没有加重，盾已经解除了，开局50秒了。怎么说？我这样还在拉距离，我觉得前面的话，这个地方有机会能夹到。哎，这个走位扭一下，这地方有机会能夹到。再往脸上走，给你个擦刀，再去翻窗加速。我的天，状元老友加翻窗加速，这是跑了多远啊？那这样的话，哎呦，昆虫，这昆虫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呦，真的好难受呀。那这样，昆虫把虫收回去了。这个人的脚印都没了，对，头都痛了，这闪现开也不好开了啊！现在这个人已经看不到了，只能换追一下幻鹤，但幻鹤是一个满状态的昆虫。不过好在幻鹤手里面的虫是剩的不多了，对，而且在冷却，能不能来空地夹？这边的话有点难，到直接走空地给个擦刀，那要开始拉虫了，开始拉虫了。哎，那这样再回头。还要让找四八七吧，对，我觉得现在去找四八七最赚，但是去二号机，但是我们是一个上帝视角，他可能看不到，没有意识到这个，可能是的，他这边要硬追换哥，换哥拉的也很远呢。这把追击节奏好难受啊，基本上求生者都是跟你隔着一大堆教堂，这边想在窗口看一下位置啊，就你不管怎么追都是18000，你只能放放雕像了。那这个节奏往目的这台电机能开掉吗？而且感觉这里可以吃闪现。是的。哎呦，还想预判闪现，我的天哪！幻鹤这波真的，哇，小心思太细腻了吧？这博弈拿捏住了，还想到了，但是也拖了很久。对，但是目的这台机子开了呀。是，就没法压了。对啊，他那佣兵直接走了呀，那这个人，佣兵就顺手救啊。对啊。对。这好难受，只能投四八七。我觉得佣兵。
他甚至可以选择不救，对吧？也不是不行，对，也不是不行，也可以啊。或者说就是我压满，你一投标，哎，我就过来走一下，然后逼你回来，反正也不给你存在感嘛。嗯，对。那这边的话，他是直接选择补小门的御马机，是的，我你都看不到我人了。对，直接看不到我人场了，耳鸣都没了。对，这把机子可以够，但是呢，我就是稳，因为我只要平局，你就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。是的，是的。那这样，哎，对吧？那你冲出来，听说你冲出来了啊？那我上个猪。对，那我上个猪，那你回不回去吧？哎，你回不回去吧？你。你有坐骑，我也有坐骑。对。我跑得也快。你是两个轮胎啊，我是四条腿。对，我是四条腿的。直接冲过来了，有没有救的说法？有没有救的说法？啊，还是不救，不想要了。他们可能，我也好，他们这个思路很清晰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因为只剩下一台了嘛，只剩下最后一台机的话，外面一个满装的佣兵得秒，对，他得秒人。对，他只要在外面，你不把他处理掉，他在外面。哇，这边佣兵是留了一个心眼，把这个密码机给压好不开，骗你过来，他骗你过来，让你以为我修不完，然后等一下我外面那台密码机你不管。哇，这个狮子小心思有点细腻啊，是的，就坏得很，坏得很，就有这个有心思的大猫猫是吧，大狮子是吧，是，能不能秒？哎呦，没有加到。那这样想快节奏，传送要抓四八七。那这样提前也是，哎，看一下窗子，落地夹到一下。是，那感觉这个距离能倒吗？这个、哎呦，没有夹到，但这位置总得倒吧？哎、哇，还在磨，再回来的雕像夹了一下，这个雕像、有一点这个戏剧性。是的，上过去，上过去。那这边挂过来小门开，大门已经60多了。这都没救过人的，这随便救啊！这两个人，机子肯定是够的，因为野人那边他也管不到，最多丢个坟场，逼他上个猪。哎，除非他能三组雕像把小狗给秒，就一组打两个血，然后剩下两组打两个血。这个、太难了吧？这个太难了吧？这不然他怎么翻盘呢？对啊，丢兵往这边一卡，动不了啊，根本动不了。他不选择去丢雕像打小果冻的话，那只能靠手椅，但佣兵更难击倒呀。我操的雕像，这边又一组又躲掉了，完了，那手里没雕像了，哎、像了非常极限。现在电机压好了，其实博到正上的话，这个人也能扯下来，也能这样开个圈。哎呦，照一下，哎，直接倒地，哎，怎么不？这帮佣兵是带这个天赋的呀？啊！你佣兵不带，我的天，这么狠的吗？这。那为什么不换人来救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但是他让人晃下来了。挣扎吗？这个佣兵到底带了什么天赋？对啊，这晃得有点快吧？这太快了，是的，一波三折。那这样子这个局还有机会去平局？是的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人点门。有机会，他手里面传送已经好了呀。哦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担心自己开局被针对，成为一个秃头，所以他带了双弹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哦，那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三抓机会？我觉得是有的。哇，双弹搏命三挣扎，这个天赋，这太狠了，太狠了。风险有风险，只能说有风险。说实话，哎，但是佣兵掉有掉走了呀，有掉，还是能平局，还是能对佣兵走了呀。这边的话应该是走掉了，是的，那有惊无险了，有惊无险。我的天哪，有惊无险。刚好我打手椅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么现在准备就在后面。本场比赛由扎扎的穷者对阵狼队监管者，由解说林指由司机九元将未来的艾维尔实施赛况解说。这个点位比较发散，要去排一下，先直接往沙包大房跑了。那脸上就有一个人是柚子。哎，这边的话野人他不能追啊。哎，这个算了，这么多可以追的人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呢？不过他其实这把就逛一逛都行。对，因为他带了这个淬火，可以去找结石。哎，但这边哎，
也不想找画家，但他这边有机会看到儿子，嗯，哦，看到这个儿子，但这个儿子进去了，那要有一只猫才能追得到呀。对，我先追这个儿子，然后等一下爆点了再去找结石。这个地方要套路，哎，套路大吗？哇，很秀呀！是的，小东这个儿子的意思也太好了吧？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这前期节奏就很亏了。哇，哦，然后催我找一下人了。嗯，哦，看到应该看到杰斯，看到那边在那娃娃娃啊。对，杰斯也知道看到了，但是他很尴尬。嗯，反正这个地方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是的，所以他不走，无心走。那留给傻兜去牵制。这个地方板子一拍不好跳了。那你来，要不要闪现进去呢？哦，还是稳一手。跳了，但这个跳有一点点小失误。哎，是的，卡墙卡了一下。但前面你不能翻啊，嗯，前面你只能进板。对，哎，你看他，哎呦，骗了。哦，还好没有翻。对，是的。那这里的话，应该还能再拖一只猫。这个地方感觉要倒了，这个地方太空了，这个地形太空了，要倒了。还不跳吗？跳一手稳一手。反正一踩，一刀带走了。虽然说你牵制了很久，但是这个局把你往这边一挂，是的，手上还有地下室，还有地下室呀，你这个坏起来了，你还不能不救。那机械师就是会被这样去打一个针对的。对，就艾丽这把思路太清晰了。他就留一个就够了呀，他也不需要怎么样，他我就等最后，我就找机械师，我前期开局差就差呗，无所谓的。哎，你只要你这个密码机不到开门站，而且你就算到了开门站，我就针对他也可以啊。是，来一刀晕住，可以再来一刀下来，还才能跳。是谁的炸一下？再打了一刀，开出二阶。那这样就结石往外冲，野人反正就在里面蹲着，他应该也无所谓啊。哦，他应该也不贪。对，我觉得他不会贪，他就放个猫，反正炸你一下。对，把你这个上猪的一个可能性给你，一点机会都不给啊。对，虽然外面的机子很快，但是三台半左右。这个机械师他怎么活呢？关键是。就你亮了，你哪怕你现在压好了，你哪怕压好了，你来救人，你把这个密码机点亮了，那你开门站街是怎么走？嗯，这把他得要这个画家过来吸出画，啊，对，画家来了，画家来了，还有这个画家来，这把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。那这边的话不给你看脸，害羞了，害羞，害羞。哎，我就不看，但是你不看他去救人了呀。可以给你救啊，救人没关系，对吧？现在密码机是快要压好了，来往回一拉，你必须得扯。哎呦完了，矩阵射完了给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就雪上加霜。这可不只是那就不是留一个了呀，这就不是留一个了呀，就不留一个了呀，这就要平局了呀。对呀，甚至他看本站有一个塞庄的机会，是的，但这个机会也比较小，因为他是没有底牌的。打一刀，好，赶紧画，赶紧画，不能让他画出来，不能让他画出来，有点时间，赶紧跳，跳他，一个跳过来，晕住了，别想画了啊，倒地。但是野人的话，在点大门，哦，野人头好铁啊。这边这个门有机会开吧？有机会开。我感觉挂上，哎，哦，他算了算了，求稳了。哎，但是你求稳的话，这边有两段跳绳，你有闪现，说不定这个猪不过艾莉也不想。你这个，他说无所谓了，稳了。他说无所谓了，稳住了。对，但是他确实可以去搏一搏，因为他反正放飞一个就够了。对，是的。哦，就去搏一搏，争一个三抓，对吧？给自己的这个数据锦上添花一波。这个门是开了，但是因为结石已经走了，他主要是来了没什么太大。就现在以目前我们这个游戏内是不可能再打四方，就以后万一有那种可以把角色给复活的，那再说四方有意思，而且上线是有的。哎，这个点往木屋走，直接转连上刷七，但是他选择去修炼。这个点即使这里有人也不好管。沙包这边是小果冻的击球手，哎，这里有一下的机会。哎呦开爆发了，他得卡这个窗，不能让他翻这个窗。哎呦，让了呀，终究是让进去了。对，让了点身位，果冻这个位置是不好追了。这个走位太秀了。那皮皮线现在再去换人一定会卡好点的。哎，但是四八七在里面不卡点吗？哦，但他也无所谓，他是个佣兵。
哎呦，调香这个位置得下车，不好追。是的，而且这边也没有风窗啊。我感觉他可能进去逼逼佣兵都比在这里追。对啊，这是个调香师啊，主要是。对，他直接放箱子进板了呀。那怎么办？那你现在在小木，你在小木也有窗呀。对，你也照样处理不了这个调香师，你还得走。哦、他想去沙包再追果冻。嗯，但是果冻这个位置来不及，哎，等一下，第二下，第二下，不行了，第二下不行了，这是个长窗啊，这个窗很难套路的，是的，哎，这里有没有加速？哎、有机会，他翻得太快了，对你敢翻这？哎，我直接闪，闪现、哎，完了，没打到，这边会有被打飞，还被那个，哎，但是球也打空了啊，但是球打空了，互相给了一点点小机会，是的，是的，他其实是一个预判球，嗯。哎，这边我就卡在这里。没有封窗，我打你，他其实打晕不让你封窗。是的。那这边的话可以去接下一个窗啊。哎，这个地方感觉要刮到了呀，有机会吗？刮到一下。那、这个地方要捏死了，要捏死了。等一波这个变身。这里就无所谓了啊，就是拉开最远的距离。那其实这把其实已经很合格了，你看外面已经接近三台半了。对，他自己也有一场。嗯。这边是倒车踩到夹子捏倒，但是这个节奏的话很难去搏一个四装。嗯，而且这个节奏的话往拼的讲是有机会三出的呀，直接接了个插眼，对，他接插眼想要去，哎呦，这个机子开掉了，那控不住呀，他现在的话不能手语，他要来回的去拉扯费花点的衣，然后秒人，这样打手语的话，那等救完这个人，其实就只差一台密码机。对，那斯巴基佣兵也不急呀、他走路过来很稳。对，这样打了的话，他稳稳的把人救下来，没压力啊。那只剩最后一台，现在的话再想去处理这个击球手，即使他现在直接倒在这里，让你挂上去电击也好。是的，更何况这里还有窗。还打你，还利用这个球变身的瞬间把他打飞，这样的话爆刺爆不出来。那这样还能再拖，那现在我感觉他要去管电机了。果冻好细节啊，那这个人还追不了。哎呦，中场这个四合院好折磨。这个地方是可以滚进去的，但是两个人已经散开了。嗯。啊，这边一个调香师，你滚啊，你滚我就放香水呗。你滚我就放香水。他第一个滚他还可以不放，对，等你第二下。对。啊，这里就给你走位绕，哇哈，真的难赚呐、这换个小走位只能开一阶。哎，那这样的话，哎，我吃你两层，哎，我回来打一刀吧，对，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刀倒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另外的求生者是在补状态，然后多开一台密码机。场上四个人的局，破轮想要控的话，其实很难。是的，对他，毕竟变身来回跑图也需要时间。对他只需要有一个人卡在遗产机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跑过去清洗就行了。这个调香师也真的好难追啊。哇，他这个走位太好了，他这个走位又一个30秒，这个爆刺又要好了。哇，这个幻鹤，这都没有闻到吗？乱，哎，那这样的话变身出来，但能搏一下板区。好，这边击球手你也不好追啊，击球手他没球了，但是他。对，这边打进直接过来扛。对，哎呦，就我帮你拍个板了，因为你加不晕我。嗯。哦，那新奇的密码，我翻过去，我跳过去，不能踩的话要好久啊。对，你翻我跳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配合打的，这就是狼队吗？这样的话，针对一下击球手，这一波是可以一刀带走的，再打一刀，但是电机好了呀，是的。我好在击球手手里也没什么球了。他现在这局争取先留一个。浩赫，那浩赫的话手上是有一个怀表，你叫不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。不过还好，就是你交怀表的话能被炸出来嘛，就破轮他可以直接把你炸出来。是的，可以滚到再一个爆，那应该要交怀表、哎、你交，那我炸，炸不炸？可以炸，可以炸，但是他有一个受击加速可以往地上去冲。对，那边的门
哎，我感觉有机会啊，这个夹子，哎，夹子没有夹到，但是 Yumi 能出去吗？ Yumi 弹走了，哎哎，能来得及吗？哎，完了，哎，哇，但是贴墙能爬进去，哇，四跑，